Nenhum tiro, aí.休息一下，累了，对，有点休累。息一下，不能说太累了。对，好累。对，要说个，你像地形，空地形还有什么？还可以什么？都在想稀奇古怪。毒水嘞？没有这东西啦，麦克没有毒水啦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已经很累了。万魔主吧。可以设定跳到水里面就中毒了，是可以设定。只是这只要水都会中毒。可以啊。哎，来玩一场不能碰到水的游戏，碰到水你就直接死掉。没，你要用中毒啊，慢慢扣，我觉得很好笑。好，也可以。这样东西掉下去，你就可以选择要不要吃。你吃了就会慢慢扣血。但完全碰不到钻石了。刚刚那场也没有啊。啊，也是哈。重开好了，记得吃 IP。哦，这场休息我吃饭，我超饿。啊。我进去偷看你们。这两条的那个、啊、虚空还是要对啊，毒水叫虚空啊。好好，哎呦，玩过的别来喽！碰到水刚刚就已经有玩过的，凋零状态，让给没玩过的。哦，嗯，我这边看兔子的聘有十聘，怎样？兔子的聘是叉叉哎，对啊，交易玩过的交易也是叉叉，不行，下面是那个机关，也是叉叉下面机关。小雨，其实你在西班牙吧？说玩过的别来啊。我让给没玩过的好吗？他们是机关掉下去也是直接摔死了吧？故事在西班牙。他在西班牙啊？你现在才知道啊？对啊。哇！对啊，在西班牙。有点心发抖，有点慢。Hello Hello， 都是没有玩过的吗？有玩过的可以现在跳让给就是没有玩过的人哦。对啊，就是。OK OK， 有没玩过就好。对，是 1.9.2， 都没玩过吧？那就恭喜你们抢到啦！来，给你们 IP 跟版本，等你们进来溜。OK。我们是红队。还有九个人，对啊，我们也是九个人啊，就打九公平。哦，我真打算要掉下去，就被水就被清打皮呀！我清掉一层了，好的，是的，在。下面又一层一层一层的清掉了，哇！要这么累哦？哦，你怕清到机关是不是？他有设定那个最高一次太多不能清，对，他有一次不，他跟你讲说物件太多了。我觉得 OK 啊，清到这样子其实也可以啊。掉下去摔下去会死，摔下去会死了吗？不会死，你就要自己走到旁边啊。OK， 我试试看。这样会吗？可以，可以，高度够。只怕有人往下挖。有有高度够。然后碰到水就会死掉哈，我设定一下。
凶。下面那一层要拿掉吗？哎、欸，不对，下面的机关、啊、不能拿掉，拿不掉，那个是那个指令房。对啊，啊，太可惜了。嗯嗯嗯。哎呦，还是他自己这踩到这一层的人设定变成那个直接 kill。要干嘛？他自己啊？哎、欸、说。掉到这一层的人直接设定一个 kill。哎、欸，会死会死会死！测试一下啊！我没打下去。测试一下啊！你不是装 shoot， 你不是创造吗？对啊，就是一个紧张啊。那我来测试一下啊。哦，好，应该都是摔死啊，嗯、怕有人没摔死。哇，玩家胜怪他、欸。嗯。我加深怪他、啊，真的真的真的会摔死。各种各种检视没问题。哎哎哎哎，你们摔死的人要书捡起来。书捡起来，等一下又要那个了。突然等一下进来又捡到书了。不会啊，下去也要很久才能捡到，要先坐水桶滑下来。哦、oh. ，我有清掉那个啦。不行。账目。哦。阿静，你刚刚说碰到水就会死吗？啊啊！耶！这样那个吸经验很痛苦哎、欸，很刺激耶、欸！是直接死还是中毒啊？哇！哎、欸欸，我是设定的全部人死吗？哎、欸，对，所有人都死 了, 死了，一个人碰到全部人都死，这样也太过分了吧？怎么办？都不用玩游戏，只要有人沾水。哇！哇死了！又死了！哎、欸，死了！让我打掉！让我打掉！一个人碰到全部人都死，所有人都死光。那如果分出优势的话，对方一直死啦、啊，到后面不就还有时差啊？有啊，先不跳了。进、不来，进不来，我没办法、啊。他们眼熟的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那就好了。我们断断好了吗？我试一试，这样这样这样。我踩看看，欸哎、欸，我没死、欸，我等一下，我刚我在悠哉游泳，没办法，游啊游，游啊游，好了吗 ？OK， 还是有办法，饿得非常非常快，所以只能坐木船战斗。没有死哎、欸，还是没死哎、欸，没事、欸，生存，没受伤，生存也是没事，下面好多书、哦，下面超多书。喵喵喵喵喵喵喵！巧巧他被谁被ban？谁被ban？嗯嗯，喵喵喵！不要一直打我，我要变 game mode 了。被ban就做坏事啊！做坏事的人就被ban啊！所以，一宿，一宿，一宿。都没事哎、欸，水都没事哎、欸，喂，洗屏洗屏洗屏，哈基，哈基洗屏法，不行吗？我在底下冲，不行不行就算了，你可以下次再研究。那個、有了，哦，这碰到水直接死哎、欸，对啊，哈基设定的那个，哦，不是中毒哦，水流没事，啊、是那个哦中毒。水源头才有事，对，源头才有。静态的会有事，动态的没事。那家里的经验池呢？家里经验池不就不能吸了？没有，你可以吸上面的啊，下面的吸不了。可以在边边。嗯，哇，你可以把水堵掉再来吸。可以做岩那个。哎、欸，我现在突然有一股冲动，想要在这一层平台上面养毒蜘蛛。不是，书本都吸不到，对不起啊。弄个账户，他要跑上来。哎、欸，搭船可以，搭船可以。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哎，没事了，没、欸、没事了。哎、欸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先弄掉，先弄掉而已。哦，刚刚是一场意外。想说找另外一种方法可以下水啊。太神秘了，中毒的话不好，是它会连，不会中毒。
OK 啊，我觉得刚刚那个可以啊。你要死啊！我是不是中毒了？中毒啊！好像你有冒泡。长得很可怕。要中毒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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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船没有用，坐船没有用，坐船没有用，也会中毒。但其实还好啊，不会到很毒，就不好跑步而已啊。对，我觉得这样 OK 啊，这样很讨厌。中毒 OK， 中毒好不毒哦。不然就是一些除了中毒以外，再加恶心效果。不要，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我觉得恶心不错哎，连水流也会有哎，连水流都有了。所以这个是什么？中毒，凋零好了。凋零加恶心效果，凋零加恶心效果，好恶！为什么一定要恶心？最讨厌恶心的，超不舒服的。哇，那这样，刚那个团团在我们门口做那个啊，水流的那个，水流防护，水流防护措施，对，他自己都进不了家。对对对啊，我们这家人都会中毒的，对吗？围裙水流，直到家出不来。走一走被仙人掌戳到，不然你这样讲一讲，等一下他们就要用了。你好吗？被听到了啊！我觉得这样子唯独就好，唯独就好。毒好了，毒就好了，不用。耳机，我画面会崩溃啊！来啦，那个选队伍，他鸡汪汪。这样子让我想到，等一下我要干嘛？啊！你们先做水流是不是？他长太，他长太想跟二区位。仙人掌长到快到我还跳上去，他就长第三格。被推下去了。你看他要长这样。好了，我们自己先加队伍。不是因为他上面可能精彩。汪汪汪汪队伍队伍受伤。汪汪跟他会跑而已。好。我刚刚以为你在跳舞哎。没有啦，兔子你要观察对不对？对啊，我观察。好，有没有？它会滑，你要跟着走。哦，因为我肚子饿了。我点数了。有，真的会摔死，真的会摔死。不要再要试几次。下去。没有，我们要有实验性的精神，就要多尝试啊。对啊，做了新地图着想。对啊。你推我干嘛？没办法按确认啦。我推你，是啊，可以的。那个，我先爆三，然后又见你，然后你就下去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不被挤下去的呢。我先不能 game 三吗？没有他，因为有按圈就一直消掉。你等游戏开始。不是不是，要游戏开始才行。你知道这在下面可以看到一堆那个。指令的 ID 有了，我没中你呀，难了。不是，我为什么推我？有开始六，兔子，可是兔子没有队伍哎，没有他要观察，他吃饭，他累了。哦，好，我吃饭，我肚子饿。人家肚子饿，你也硬逼人家。然后这样我们要怎么过去啊？我们走那么快干嘛？现在我们走那么快干嘛？你挡在我前面，凑到我过去。啊，要。要垫东西啊！不是故意的。西班牙现在下午3:40。走那么快没有用啊！走那么快还是要等红绿灯啊！红绿灯不会亮啊！他被揍好啊！揍啊！何正泰，何正泰，哈基，团队不能 PK。团队打开！哈基，哪里？团队要打开啊！哈基。西班牙现在3:40。团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团队打开，团队 PVP， 这有 bug 啊！对啊，哦，打开 PK， 好像好安稳哦。地图变得越来越对啊，这样前期好安稳哦。快快快！我拿去布桥。该是布桥的时候了，吧？应该可以了吧？布的时候到了。试试看。有，有吗？有吗？有有吗？真的有吗？他们有人扑过来？真的有吗？